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台北新闻读者们，539会员们，大家午安。记者在暖寿啊，跟这个彪啊，你看没有，专攻他妈虾子下死，你看没有，他吃了一盘两盘三盘第四盘虾子，大概吃了两公斤了，已经吃回本了，一公斤230了，差不多吃了两公斤有了，两公斤是大概460了，他随便再吃一点，他已经赚回来了。我实在是不敢这样吃啊，我吃两个虾子就吃了好腻的。他居然我喜欢吃青菜，有没有看到？刚刚吃点鸭肉跟猪肉，叉烧肉。啊，还有吃点那个鱼，我实在不敢像他这样吃。这是第二回合，我们来到这边就吃两回合嘛。第一回合冷盘啊，冷盘，再加上那些这个蛤蟆呀。第二个回合就是热炒青菜，你看没有青菜。第三回合就是吃点火锅的汤，加个蛋糕咖啡啊，这就结束。我通常吃自助餐吃三回合。第一回合先从冷盘开始，第二回合热炒，第三回合蛋糕甜点。好，这是今天在本人过生日软寿，在三德饭店啊，吃个这个那个漂亮的小美女啊，你看一大堆人在那边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告一次